是赛成绩最悬殊的一组，但是我们知道啊，速度赛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是的，尤利亚。好的，两位已经开始了攀爬，看一下哪个安娜才是我们此时最快的安娜。大坏！好了，这个成绩。好的，两位开始了攀爬。来吧，来吧，再跟耶，再跟耶。右手边，俄罗斯的选手阿里克达拉。哇，这个领先的预测一下。好，两位已经开始了攀爬。来吧，来吧，哦，这边是的，出现了反超的情况。伊萨排名第十六，俄罗斯的阿里克森德。第一个，两位已经做好了准备。好的，两位已经开始了攀爬。大外，大外，大外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是的。好的，这两位开始了攀爬。赛制一下，预赛的是成绩会相应靠后一点的选手，能否出现反超？哇，是的。好的，已经开始了攀爬。现在在 A 道，他跟他在 B 道。是的，你好吗？是的，我在一起喝的。好的，两位已经开始了攀爬。看一下，两位目前啊，这边因为发生一个致命的失误，速度稍微慢了一点。各位，好的，两位已经开始了攀爬。大外，大外，大外。好，两位已经开始了攀爬。好，这边打个子弹钉，刚刚出现了一个失误。是的。Congratulations to Alexander, Russia. Rubo Vigo 起步领先，一直保持领先，最后一两亿领先的优势。是的，淘汰掉了自己的对手。好，两位开始了攀爬。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来谁有呼声之上之后。好，进入我们所有的四位进入到决赛的男子一组。好，两位开始了攀爬。啊，玛丽亚起步一二三连慢好几步，安东克也没有给自己的对手任何的机会。两位开始了攀爬，看一下谁能够进入到冠军的争夺。这是你们选手吗？是我们苏醒了吗？好的，他们已经两个开始了攀爬。两位都是在一路逆袭自己的对手，但是谁更强？是的，卢德维诺。是的，各位获得2018年国际排名世界杯冠军的中国武将冯巩，第43名选手将会是。是的，恭喜俄罗斯的尤里亚选手。看一下谁能够获得一个速度冠军的维诺·盖亚梅西，我的冯巩武将 ，Woman Speed Goes To。好的，看一下谁能够获得第三名。Alexander, come on, 院长 come on。看一下0.04秒的优势。获得男子速度冠军的 Winner by FS Walker, 包括吴家出的那一句 Mainspin goes through。一个女生的庆祝的时刻，我们太阳运动的爱好者在这边都为他们感到高兴。Congratulations to Indonesia。尤里亚·卡莫琳娜 ，And Sugar， 大女神苏珊婷，一起立，走 ，Ready，Ready， 维纳，努努维诺 ，Go sorry， 你好，我的男朋友，你的理想，阿发加油，阿里巴巴，我的，三，两，再见。首先呢，
Oh!